即河流策展人陈世强表示，河流不但带给我们养分，也如同镜子般映照出一切虚实幻真。因此，特别邀集十四位国内外艺术家，依照不同水文主题，创造不同的艺术品，来促成这次的展览。这是我们这十四位艺术家就针对各个对河流的想象跟记忆，还有他们对家的一些呃怀念在。 展现各种不同，有雕塑的，有绘画的，哈，那也有装置艺术跟光景的艺术，哈，那那个非常呃，在这个新的年度里面，哈，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气象。河流呢会携带大量泥沙，哈、啊，而给大量泥沙呢，事实上是才是生活的依据了，啊，从尼罗河哈也泛滥留下来的泥沙呢，就是它农业基础。 啊，除了是生活的那个农作的基础之外呢，事实上它也是早期声明的，呃，工艺材料。今天很不容易哈、哦，这个艺术家呃有结合了易兰精神呃以及我们各种的艺术文化的表现。我想，一个城市要伟大，一定要有文化，一定要有艺术，一定要有音乐。我想，我们一起呃来努力。 依然市长江中渊表示：“河流是记忆，也是动力。依然是历经不同时代的历史洗礼，很高兴这一群艺术家带给我们全新的文化视野。”宜安人故事馆除了是一个本土教育中心之外，我们在艺术文化的领域也希望能够多多的推广啊、呃，等于是一个国际艺术村的性质哈。尤其啊、呃，我们国内啊、呃、这些老师在这边。 国外也有很多的艺术家共同来参与，所以在艺术国际结合上面，我们又跨出了一步。我们希望说，结合这么好的艺术作品，能够跟所有的乡亲来分享，跟所有的国内外好朋友来做一个艺术最好的一个连接。这项展览从即日起到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一日为止，欢迎有兴趣的乡亲踊跃前往欣赏。记忆河流，展现艺。 《依然新闻》记者赖福新采访报道。